예? 怎么回事？没事。干嘛？我一上怎么还在睡？你就从反常。他今天六点就出早工去了，然后才回来。嗯。他最近压力挺大的，然后要准备自己的舞蹈，还挺辛苦的，所以每天起的比我还晚。起床了，我们十分钟后见，好吗？起床了，起不起？你干嘛？你起不起？我起呀！起！太赖床了，最近真的是。下次再见，我直接。OK，那我们十分钟后见哦。好的。为什么？在这里就是来叫你起床的，恭喜教导了，不相信我，打算一下男明星早上起床都长什么样。男明星要叠被子，男明星要下楼叠被子。今天这个被子条件有限啊，给你们叠个馒头被，方块被是叠不了，三折一档。标准的东北馒头被。然后男明星要下楼了，为什么要大早上拍我们？哇，你不是啊，你们太丑了吧。哇，我这还没洗脸了，大哥，等一下就让我洗个脸。哇，你们真的太绝了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有我们家钥匙。有吗？你是已经想找了吗？对，明天我早上。真是的，猪猪白白。猪猪，收下，收掉，行吧。你们怎么入？我没抓你钥匙。变出来的。我知道，我们丢的那个钥匙是被你们拿走了，是吧？你每天都会在我们在你们去睡之前醒吗？当然不会赖床吗？当然。在这时间有点晚了，今天你要拍我护肤的全国什么？那你刚给我开水那个小姐好像没说，你干嘛呀？之后，人护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。对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在擦干自己的脸，把你唤醒，开始精神一点，美好一点。